Hello， 大家好，我是布兰达。Hello， 大家好，我是维尼。今天影片比较特别，就是我们有收到一个 email， 那有一个频道的观众者，他有一个问题，然后想要问我们。他的内容还蛮长的，但是我觉得很好的是说，他有在试着自己先去解决一些问题，然后还有去想办法去思考说该怎么去解决问题，然后真的他想破头想不出方法来，所以就特地写了这封信，想要知道我们的想法这样子，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看这封 email， 然后来试着回复他看看。对 ，OK， 他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他说已经有个问题困扰他一段时间，就是有关于手机的问题。手机 ，OK。他说他不是很注重，然后其实也不太会去研究手机规格啊或品质的人。然后他上一支手机是 iPhone 7。那在去年十月的时候，他换了新手机，是 Google 的手机。OK， 基本上他非常满意这台 Google 手机。那有什么原因？有说他为什么去年突然买了一只 Google 手机？原本不是有一只 iPhone 7吗？对，没有讲到这个。OK， 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那基本上他就很满意这只手机，但是他说他。续航力有点差 ，OK， 但是因为它有很棒的优点，就是它拍照很好看，那这点他非常的喜欢， okay. 然后系统也蛮顺畅这样子 ，OK， 所以呢，续航力很差这件事情他就比较不以为意了 ，OK。他原本是一个不会去研究手机规格的人，但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去了解这方面的资讯，所以就开始研究手机，甚至会研究很多其他品牌的手机这样子。然后突然有一天，他突然想到说，他想要买一个大电量的手机，当成一个 WiFi 机分享的概念。所以他是去年十月购入 Google 的手机，然后去年十二月的时候呢，突然想要买一台电量比较够、比较大的手机。然后他的用途是想要把它当作 WiFi 机，那电量就会是吃那只手机的这样子。对。所以他的意思是有点像说，因为他买了 Google 的续航力比较差，所以他买了一台续航力比较好的手机，就可以分享给他的 Google 的手机咯、嗯、看起来是这样子。但是他用了一阵子之后发现说齁，每天要带两只手机很麻烦。OK， 这点我就先插一个想法，就是说因为很多市面上的产品真的没有全部好的。对，要是续航力好的话，可能你的画质很差什么之类的，所以说在挑选物品的时候真的很难挑，就是这样子，因为好像很难找到符合自己预算啊然后自己需求的产品，要花很多时间。对，可能还没有。对，可能都还找不到。然后 OK， 但是他就发现说一次带两只手机很麻烦，于是他又做了一件事情，他受不了这样子的折磨之后，他买了 iPhone 11 iPhone 11对，等于是说他又买了第三只手机。他说 iPhone 11可以满足他所有的需求。哦，那很好啊。OK， 那他就哦 ，OK， 看怎样。但是他说，因为 iPhone 11满足他所有需求，所以自然而然你会想要把这台手机当做主要的手机来使用嘛。可是他内心又觉得说，像他把 Google 那只手机晾在旁边，他就觉得说这样好像有点浪费。所以他拥有三只手机，可是他会按照不同的需求，然后分别使用这些手机。iPhone 11不是已经满足所有的需求了？但是他说他会根据不同需求，然后身上会只带一只手机这样子。所以每天带出去的手机可能会是不同时的，看起来是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他因为透过认识的断舍离跟之后就整理自己家里嘛，所以让他的生活变得很清爽，然后他心里也变得更平静，然后他觉得这样很棒。可是唯一最困扰的就是这三只手机，他觉得拥有这三只手机一点都不极简这样子。OK， 好，这个变得很好，就是说他也很聪明哦。他说，于是他开始在想说，他想要卖手机，所以他开始去搜寻卖手机的管道。这也是我们觉得看到目前为止应该这么做，就是留下 iPhone 11，然后另外两只卖掉。这应该是最好的方式。然后大电量的那个手机，就是他拿来当做 WiFi 分享的那个手机，所以很快就卖掉了。OK，, okay. 很棒。但是 Google 那个手机却不太容易卖掉这样子。OK， 哦啊，这样子哦，怎么样？OK， 所以他就是在考虑说到底 iPhone 跟 Google 这两只手机他想要二选一啦，但是显然他是觉得说 Google 的那只手机好像有点难卖。这边真的蛮有趣的，真的觉得这个 case 蛮有趣，就是说因为他不想要再浪费时间就是等待买家来买 Google 的手机，他很想要赶快进入简单的生活，拥有一个就是正常一只手机的这样的生活，他很想要赶快有这样的生活，他也迫不及待这样子。他也很努力的去卖那个手机，前面他又有提到说 iPhone 符合他所有的需求，可是 Google 手机却卖不掉，所以这也是蛮多人的问题，就是说当一个东西也花了不少钱去买或是等等其他因素，但是如果不卖掉的话，不透过卖掉的方式的话，会觉得心里过不去，因为毕竟手机其实也不是很便宜啦，说实在的而且它又是一个完好的东西，对不对？不是有一些比较高价收购 3C 用品的，可有一些收购的那种店管道也是蛮多的，只是说他想要赶快立即的感受极简的快感。
OK， 然后再来，结果他选择他卖掉他的 iPhone 11，因为我相信 iPhone 不是比较好卖的啦，所以呢，他的方式是他选择了卖掉比较好卖的物品。我觉得你这样是有点妥协，一个可能可以用，但是自己还不是说非常满意的物品，因为是极简人，一定是要用自己100%满意的物品，这样你生活才会爽。那再继续看下去哈。好的，好的。他说事情没有那么单纯嘛，就是他用了这个 Google 手机之后，就是手机还是没有解决，好像就是那个电量问题嘛，续航力的问题。然后他的方式说他说服自己就是少用手机，因为少用的话可能电量比较不会一直消耗嘛。OK OK， 哎，他真的是一直在找方法的人，很棒。对，他在寻找很多方法。我现在他心里可能还是有一些不满足，一定的，一定的。所以呢，他还是一直去搜寻手机相关的资讯，因为他就是已经类似于养成这个习惯了。不，之所以会一直找，就是因为还不是很满意。像我会找一个新的产品，就是因为我对于当下某个产品想要再更好啊，所以我才会去找那些功课啊。OK， 再来他这边提到的是说，那跟我们很像啊，对。他一直在搜寻有关手机的资讯嘛，但是他内心的声音一直促使他去换一只全方面都很满意的手机这样子，但后面他却挂号说，虽然我们都知道那并不存在，可是是存在的，因为 iPhone 11，可是 iPhone 11他已经找到了，对，我觉得就是 iPhone 11了嘛，我也是觉得，听他这样讲起来，他内心觉得目前最好的，对他来讲是符合他所有需求的产品吗？对，他一直觉得说自己到底是想要一只适合自己的手机勒，还是说单纯是想要换更好的手机？那这样得到之后会不会又想要再换更好的？更好的没有问题啊。OK， 这就是他的困扰这样子。首先第一个我是觉得说，就是那个 Google 手机因为卖不掉，所以还是留着嘛，这是第一个状况。所以说 iPhone 11比较好卖就卖掉，所以这部分会不会是预算的问题？这边卡在就是预算的问题嘛。照理来说，不适合自己的物品，就算它再贵，不适合就是不适合。你先以这个点来分析的话呢，这边他非常想要马上就极简。对，没错，他也有这个极简的渴望。如果没有考虑到金钱的预算问题的话，那就是直接把 Google 手机拿去 7 回收就好了。如果不担心钱的话，那他马上就有一支很棒 iPhone 的手机。对，而且曾经拥有过，就是卡在那个钱的问题嘛。以这个情况来说的话，对。那再来是说，当然有时候持有两只手机也并不是一件坏事嘛。第二个状况就是说，极简生活两只手机也没有关系啦。那当然说，普遍来说都是只有一只手机，其实就会够用了。那两只手机其实也是 OK 的啦。对，因为基本上他又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需求，哎，出门的时候我要带哪一只，就还不错。如果说又再加上说考量预算的问题的时候，那其实真的两只手机没有关系，甚至 Google 那个手机就是可以慢慢卖，不用说极简生活就是整一只手机。如果真的要考虑钱的问题的话，那就是慢慢卖，然后用 iPhone 11，就是比较符合你所有需求的那只手机。对，只是说我可以理解马上想要极简，马上想要把物品给离开的那种心情。就不适合的东西就是不要在我的生活里面嘛，这点也是很理解。对，当然这次就是因为当初购买那个手机的时候，因为有错估的一个状况，以至于说后面有一些小代价需要去付出了。对，所以就变成说，因为真的又不希望有多的手机在身边，于是就把比较好卖的 iPhone 11给送出去了。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达到极简生活的目标，就是说，哎，这样我只有一只手机，这样我觉得很简单很舒服。但是结果现在的这只手机又不够好用，因为 iPhone 11已经卖掉了，但是他开始相信说没有符合他需求的产品应该还是会有啦。其实最好的方式是把 iPhone 11买回来，然后把 Google 拿去收购，这可能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就同时又可以极简，同时又符合你的需求。对，其实这种经历我们以前有经历过，就是我们买笔电，我们那时候也觉得想说比较省钱，对，就买了比较便宜的笔电，对，就很难用又很重，对，最后呢还不是买一个就是贵的又好用又符合自己需求的笔电。对，把那个就是便宜卖掉，或者是说我们买到一台笔电，就它就突然无缘无故就坏掉了。就是因为没有去选择自己内心真的需求的那个笔电。真的，中间有时候就会遇到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我觉得这就是在认识自己的过程。我觉得你说很好，不觉得吗？他就是想办法让你更认识自己，让你去遵从你自己的内心。对，那让你得到你最后真正要得到的东西。不然说电量不够，然后又要去催眠自己说少用少用，好像也不需要，想用的时候就用嘛。然后买一个就是自己舒服的，然后用起来开心的，就像我们笔电的故事。所以呢，就是不要勉强自己，然后不要委屈自己。OK， 那再来是最后一个问题。最后面提到说啊，我现在明明就有一只手机可以用了，但是却又去买一台 iPhone 11，或者要买一台更好的手机，会不会只是内心欲望太多？为什么一定要找一个更好的？然后会不会我得到更好的之后又不满足，又想要再更好的？当然要更好的啊，因为我们的生活就是要让自己变得更好嘛。如果说这个东西可以让你变得更好，让你变得更开心的话，那我是觉得那很好啊。我觉得可能大家在追求极简生活的时候，开始要学习要所谓摆脱物质的欲望吧。
望，可是在摆脱物质的欲望的时候，有时候在跟自己想要买那个唯一很爱的东西有一些冲突。我觉得摆脱物质的欲望跟摆脱物质好像不太一样。怎么不一样？摆脱物质的欲望是说我不会很容易买一堆东西看到就想要，但是搞不清楚自己为了什么想要。但是如果你很清楚你自己想要什么的话，那物质其实是可以帮助你的，因为我们人还是离不开物品嘛。所以如果这个物品可以帮助我们成长，然后更认识自己的话，那它就是 OK 的。而且你那么棒，为什么你不能用一个更好的东西呢？对啊，没错没错，你值得拥有更好的东西。如果你也有预算有能力的话，去买一个更好让自己更开心的东西的话，我是觉得就可以去买啦。因为你会成长嘛。如果说到说你可能哦，你要用手机拍片啊什么的，搞不好你真的会需要一个更好的手机，更好用的手机，蓄电量也要够强的手机，才办法去支持你去追求你的梦想，也不一定追求你的目标之类的。除非有一种情况是这样啦，就是说买更好或是蓄电量更好的手机只是为了打游戏好了，这样的话可能就真的不需要太好的手机。所以我觉得适合自己呢是有包括要让自己更成长更好的条件的。所以的结论就是遵从自己的内心啦。很多人会说手机使用太久可能不好嘛，所以你才会去跟自己讲说啊，它蓄电量刚好不够，所以呢我刚好也可以叫自己不要太常使用手机。这种想法也是蛮不错的，也是很可以理解的，就是也是为了让自己更好嘛。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循序渐进的啦，手机会需要用到就是去用，一直逼着自己不要做什么事情，哎，那真的很痛苦。像有些人就说哦，我真的没办法吃很健康的食物，就是偶尔还是要吃一点垃圾食物之类的。我觉得这也是 OK 的，一定要要求自己什么垃圾食物都不吃，然后吃得很健康，好像也会很痛苦。你现在会想吃，只有现在会想吃而已。你以后就是学习健身生活，或者是学习各种更正向啊、心灵的生活，那方面的欲望一定会越来越低。你之后就真的不会想吃了。趁现在想吃的时候，你就好好享受它吧。对，所以我觉得手机也是一样的，意识到自己可以少用手机 OK， 但是也不用逼迫自己到一定得怎样怎样。其实我非常懂现在的情况，就是说现在你已经不小心把 iPhone 11给卖掉了，现在手上就是一个算是次好的一个 Google 手机，但是内心又很想要有 iPhone 11，要不然可以先买个 iPhone 10或9 OK 吧。然后可能内心就会觉得说啊，我都已经可能做错一次了，然后我还要再付出更多代价去做这件事情，会不会不划算？不会啊，我们像笔电那件事情嘛，这就是一种功课啊。我们不是用它的金钱去衡量它的好坏，而是说我是不是有学到了，然后以后不会再有问题了，或者更认识自己了，那这就是好处。因为你内心明明就真的很想要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去面对啊。就算这个看起来好像说啊，你怎么买很多手机好像不好啊，不管啊，去买回来之后真的开始想要拥有的手机的生活之后，你才会真的知道说啊，这是你想要还是不想要。就算你最后真的买回来之后还是觉得说啊，不对，这不是我要的，那你也是可以知道说啊，这不是我要的啊。对，我觉得真的要去测试，就是如果现在很明显当下你是想要的话，我觉得就是要去把它做到。觉得你很积极的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的赞，因为这就是极简人的精神。对，这就跟我们的朝向，他的思考逻辑跟经历跟我们一模一样。对对对，而且他有在去分析自己的状况，想要去试图了解自己的情况，这是一个很棒的经验啊。之后你会越来越渐入佳境。我觉得这次的这个 email， 他把他的状况写得很清楚。我们很喜欢大家问我们问题，但是有时候我们觉得大家问题可以再具体一点。像他的问题就很具体，对对对，然后很清楚，而且他有在试着先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会比较清楚他的状况。所以说，如果说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给我们提问。但是呢，你的问题可能要具体一点，对，你要把你的想法或者你的时空背景稍微交代一下，我们比较了解。这样子的话，我们可能可以给你比较精准的答案。如果只是问一个怎么样让生活更好，怎么样重回生活的主控权，对，问题都怎么样让家人可以不要再乱丢东西什么之类的，这些问题都太大了，太广泛了。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所以你一定要描述你的状况是什么， case by case。 对，而且每个人想要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他的需求他的感觉对某只手机什么他都有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就可以比较了解说怎么可以给他建议这样子。对，那也欢迎大家可以留言或者是寄信给我们来回答问题，或许之后这也可以做出一个系列的影片，也蛮不错。对，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这样回答大家的问题的影片也觉得喜欢的话呢，也留言跟我们讲一下，我们也许可以之后拍更多就是回答大家问题的影片咯。那欢迎大家就留言问问题咯。好，那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了，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咯，拜拜。